大家都非常非常的习惯，看他的反应哦就知道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也是我们刚刚呢有一位我们的哥哥也特别来做点歌。那这首歌呢，小女不会演唱，所以就要交给我们的二胡手，我们的二胡老师啊，这个出外的音呐哦，那是今后天来几条这一段地老瓜，来送给大家。那也听听看了我们这个二胡的演奏的版本哦。其实呢，很多的乐器有不同的乐器，在它的音域上呢，演奏不同的这个歌曲哦，就有不同的风味。那今天呢，特别呢邀请到我们的二胡手呢来到我们的现场哦，也希望呢可以安排到我们线上的一位好朋友呢喜欢的歌曲。好，那这条呢，今后天来的代替挂件，送我给您呐，来交给我们的叶诗老师来为我们做安排喽。那个我们没有听过这首歌，但是我们有谱啊，想说来送给现场，用演奏的方式，对对对，送给大家试试看哈。好，来，希望你们会喜欢哦，《春花的囡仔》。哎。哇，非常的谢谢，谢谢关心。